子丹自己设计的太阳眼镜呢日就举行发布会，曾经同丹爷合作拍电影的黄圣依呢日都特登嚟捧场啊！等一下看一下，我很期待看一个秀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看秀，然后眼镜的秀还没有看过，这应该会蛮好玩。唔知圣依自己对设计方面又有冇兴趣呢？设计一些好玩的小玩意儿啊，哪些？因为我儿子很喜欢超人，其实我有蛮想设计一些好玩的，就是小卡通形象的那些超人形象的东西，应该还蛮有趣。至于同场的大美人关之琳，最近就因为同时装品牌太子一陈柏希合作做时装生意，关系密切，而传出陈柏希是芝芝的私生子。不会吧？那陈先生、陈太太是他的谁呀、啊？不可能，这有点离谱，不可能的。那怎么会交给人去带呢？对不对？如果是我的私生子，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？没有啦，不可能的事情。